大家好，我是单车小D。这部影片将带大家以单车菜鸟的角度去逛、去玩2022年 SCART 新品发布茶会。那么，让我们来欢迎我的御用菜鸟D妹莅临现场。好，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，就是我妹妹，叫做D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欢迎她。哎、欸，你来了。来这里的，你今天有工作，你知道吗？用我的麦吗？对，不是，这是你的那个工具，你今天打工需要用这个。今天就是一个邀请你来吃香喝辣的行程，这里都是免费的哦。就这样开启了购物模式。你说很漂亮是不是？对，直接买给你，肯定有困难。你看他这边是做磨砂，所以如果你要买车，你也会买黑色的。我也喜欢。你也喜欢黑色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喜欢这个？你比较喜欢这个吗？那这个也是今年的款，欸、你真的会选的最贵的，全部最贵就这一台。你是喜欢它的涂装吗？它是下面是消光，然后上面它是亮反嘛，有点微亮。那考虑一下，就是我要不要剪片到死，然后买给你？那这几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哦、要不要轻一点？要不要轻一点？有点太粗鲁了。这毕竟这不是跳蚤市场。这个吧，军绿色，今年不是流行军绿款吗？这个雾面的我很喜欢。希望年轻一点，二十几岁可能会选择。就是防撞包，防撞包。我应该会最喜欢这个。这个吗？是雾面，然后又素色。那应该是这个，就是防撞包，易胶的。请D妹，然后来试试看霹雳腰包。因为他这辈子应该都不会背那个背包，今天就让他为了五斗米折腰来试背一下。你会这样出门吗？会给我很多钱，给你很多钱的话。介绍我的小叮当口袋。小叮当口袋，它总共几层啊？一层。哦，两层。嗯，很多层。这边侧面小口袋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魔鬼毡。嗯，一个魔鬼毡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会为了五斗米折腰哎、欸，好棒哦、喔！为了钱，你什么都愿意背。今年流行的背法。哦。就变得比较时尚一点。被那个男生那一顶是萱萱喜欢的，可是还在他手上，你去跟他抢啊！不敢吗？哦，他终于拿了。老板，安全帽可以试戴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来。Centric 的话，其实它定义是全能型的，这么轻，220克而已。最新的 Mips 叫 Mips Air， 它里面有一种小的旋钮，受到冲击的时候，这个旋钮会在里面旋转，所以它避免你的脑部受到冲击过重。是新的 Mips Air， 那我危险戴这种，我被骑车超危险的。我们的安全帽都有多层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大的，所以它这个可以往下。对，它有就是以往安全帽没有的，这样下来的话应该是可以托住你的后脑勺，南方的一个设计。你赶快出道啦，就可以使用这些。一秒脱帽是怎样？你要出道我就买给你啊！你要不要出道？你要不要骑车？逼我吗？做姐姐真难。好，那鞋子呢？你刚是不是喜欢那双？对啊。这边又是鞋子区，然后非常多，然后通通不属意。它一样属意的是今年的新款，怎么那么会挑？真的拜金，你真的拜金哎！怎么挑都最贵的，很美吧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他这样摸，很像摸百货公司，就是那种爱马仕的鞋子。那我这双鞋子是 gravel 鞋，那这也是 Scott 的第一双 gravel 鞋。从侧面看起来，它也比较像公路鞋子。对。但是 gravel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场地打造，它会从柏油路上会跨越到西床，你可能会遇到这种历史的路面，这边会有像类似登山车鞋的这样的场地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用那个什么公路车的那个，真的，一踩那个大概3个月就不能用了吧。我们刚好可以把一些对照组拿过来这里看一下。哦。首先呢，这是公路跟 gravel， 你可以看到它的鞋底的话就有很大的差异。公路的话是三孔，那 gravel。的话是四，它感觉比较软，它硬很硬。我现在抓的这一双是 Mountain Bike， 它会多了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它有鞋钉，还有这，然后它的踏块也会比较粗犷，要多一点，因为它有更多的行走的可能的机会。Okay. 有一些骑士他不见得追求愚昧的技术，进入小溪我可以用走的，不会咔。Gravel 也就是你很好的选择， 因为它有一个踏底。所以像D妹也可以穿这种吗？可以啊，你要逛去逛星光三月。是啊，再去。我看看实验室吗？不要乱讲啊！这还不错，这边看不到别人，镜头在这里。白痴哦、喔！这个是比较休闲的系列，这个叫正。那它这边是弹性的镜架，所以它可以做。哦，跟小林眼镜一样。啊，一样。有那种就是女生出门也要漂亮的感觉。好，买了。接下来就是 Scott 的帽子试戴，折起来也可以。它有点那个颜色。里面颜色不太一样，就是很适合时尚的女性，骑车也是可以很漂亮的、啊，就运动也可以很漂亮。这个是有透气款的，大概100个洞吧。那我们来戴戴看，
它就感觉好比较小一点、啊。嗯，这个比较贴。那通常就是像竞赛型，就是可能有时候在比较长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带这种，因为比较贴。对，它比较贴。今天摄影助理弟妹不错。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鸭舌帽啦，就是时尚的帽子，跟你一样一些。哎、欸，这个如果以后红了可以这样戴、啊，现在就不用。这颜色好漂亮哦。嗯，蛮好看的。啊，这帽檐当然不能翻啦、啊，你有在翻鸭舌帽帽檐吗？哇哇，拉不起来，很硬。拿不起，然后我觉得是不错，这平常戴也很正常，它就是平常戴，骑车不能戴这个哦，骑车要戴第二排以上。好，那以上都提供给就是我们的观众参考，对，考虑一下，干爹考虑一下，干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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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现场啦。对，我们就介绍给就是观众，2022年有哪一个款式很适合？好，希望你们可以买到属于自己喜欢的单车备品。哎呀，动就正常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这样点尴尬，你不要动啊！不动，他不是说不要动吗？他说要动吧，要还是不要？一个字还两个字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OK 啊，可以帮我们拍有气质一点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